弹珠枝的时间啦，哎，芝麻开门。玩呢个游戏胜方可以得到日本喇叭牌蒸鲈鱼产品。耶！好啦，三组咧都准备好啦，咁啊，嘉颖姐，哇，喺呢个头饰真系冇得整啦吓。系啊，因为今年咧多雨水啊，所以欧洲嗰方面咧流行呢啲咁嘅帽啊。系你睇就知啦，真系件衫又系咁衬啦。啊，大小姐小心啲啦。咁啊，另外嗰两对咧就好嘢啦。陣間有走頭洗啊，嚇！順便洗埋頭先翻去 ，OK？ 好，咁啊，第一題咧問啲簡單啲嘅，叫唔識抵死題，因為咧依啲咧就普通常識嚟嘅。咁啊，嘉慶姐，我諗你又好熟噶啦，有冇去圖書館噶？有，係啦，我成日接到你嘅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喂，香港公共圖書館咧，如果喺嗰度借書嘅話，每位已登記咗嘅成人讀者，最多可以借幾多本書咧？七本咁多，七本系啦，应该七本可以好多都得嘅，应该系嘛？你走先。嚟，俾你，俾你，俾你。唉，攞快啲，快啲，快，快，快！咩噶？咩噶？咩噶？哦 ，newspaper。嘉姐，你都想答啊？應該是三本，三本啊！咁你撳咧，嘉燕姐你就要走噶咯喎！係啊，你夠膽撳嘉燕姐？嘉燕姐走咧，我哋又唔同嘅，係，誒，佢係好祖國嘅，係。嘉燕姐，你係答錯嘅，但係咧，你走法係唔同嘅，你係要開開姐答，喂，攞私家姐，然後準備準備到餐啊！叫嘉燕姐，梗要有把嘉燕姐啦。誒，我想換位。點解？我都睇一啲風水嗰啲嘢嘅。因為你依度又水又咩成，即係好似依個吉位好似好啲啊。好啦，誒換人之後，二登換位啊，洗手食煙筒。哎呀，犀利啦嚇！好啦，咁而家馬上咧嚟個草藥題。草藥題啊，究竟邊一種草藥係真正有嘅？真正有啊，呢條係啊嚇。比較上多的大家聽聽了數數住了喎。緊張。A 靜靜雞 ，B 鋪鋪清 ，C 日日新 ，D 鑊鑊金 ，E 琴琴青 ，F 貴貴紅 ，G 牙牙烏 ，H。誒對唔住你，咪未講完啊？未講完㗎，仲有一個，仲有一個。你講埋先啦，冇啊冇啊，撳咗掣就冇㗎啦。撳咗講㗎啦要。嗱，撞下啦。嗱，平方我啱啱拍完呢個你好我的大夫。信我，但你好似係西醫嚟啊，係咪？係。照答咯，你覺得係？琴琴聲，鋪鋪清好似正啲喎。我哋真係俾人鋪鋪清啊！如果咁樣，唔係琴琴清，喂，我撳喎。琴琴清，你嚟。琴琴清同鋪鋪清都係走嘅。哦，咁你真係要執曬喎，唔係一間啲洗頭眼眼咗。好啦，頭先我見到你一撳掣，係想做咩？朋友讀中醫嘅，係有朋友讀中醫。我有朋友讀中醫，我覺得佢好信得過嘅，我覺得係貴貴紅。好嘢，真。接得曬喎，一塊紅蘿蔔一個咩嚟㗎？嗰個咩嚟㗎？睇唔到竹筒啊？竹筒係做咩㗎？我覺得嘉燕姐最好啦。安全啊！定啊！唔係就係咯，唔係，因為我真係唔清楚，無謂又嚇雨淋又成啊嚇，即係定啲。冇錯冇錯，好啦，每隊又換一個人，捉支捉擺咁耐，捉支俾我見到一見發財。真係過完七月，掌門人，我係見到我受阿嘉燕姐啟發㗎啦，兩塊國好興啊嘛，有好啦，咁啊，今次問大家咧一個咧就比較上簡單嘅語言題，唔知大家比較上熟答越南話定泰文咧？越南話。我用翻越南翻嚟噶嘛？好，越南話更新咧就叫做夾粒嚇，上載咧就叫做仔楞，咁返回又叫咩咧 ？A 焗奶 ，B 漲奶 ，C 氹奶 ，D 餵奶 ，E 戒奶 ，F 絕奶 ，G 收奶 ，H 白痴奶 ，I。
睇你個樣子都係冇奶用噶啦。氹奶，哎呀，氹奶真。喂，自己攞嘅你，乜有奶？有奶啊，有奶啊，有奶有豬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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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知係咩奶？我知，係，係公奶。好嘢。啊！原來真係識嘅喎，走！個富德戚啊，睇你個樣子！啊啊！好嘢，寧願知人哋都唔知自己。佢真係你自己攞嚟嘅，原來佢唔係知佢跟佢嘅。好啦，俾你再估啊 ！A 唔知係咩奶嚟嘅 ？A 咪谷奶咯，唔係 B， 係 A。B 啊嘛 ，A B 系咩奶啊 ？A 象奶，象奶，走，你个象奶，鸡姐，你有冇兴趣答啊？我想喂奶，我想喂奶。鸡姐，你越南你系咪真系去过噶？吓吓，唔系，因为我喂个奶，我谂住。好嘢，鸡姐，系喂奶。